大家好，我是秋生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吉他 solo 就是郭富城的《爱的呼唤》。咁呢首歌呢係 D major key 嘅，咁同以往一樣啦，我會當佢將佢變做 B minor 啦 ，relative minor 啦。咁今次呢段 solo 嗰個把位呢，但係就會喺第十四格呢度，第五條線十四格開始啦。咁由 B 開始彈個 B 啦 ，true minor 先啦。另外仲有一個咧，就係 B minor pentatonic 啦。咁我照樣會喺第十四格彈啦，第五條線嘅。哇！咁呢段 solo 咧就會圍繞住呢兩個 scale 去彈噶啦。我今日講講第一句句子先啦，就喺第一至到第三個小節開頭一粒音啦。咁會係一啲旋律啦。加埋一啲 bending 啊、slide 啊，咁去做一個 melody 嘅。咁第一粒音咧會特別啲嘅。咁以往通常啦，好難話全部嘅通常啲 slide in 咧會由吉他個頭去到 slide 落嚟啦，即係由低音去高音啦。但係今次嘅第一粒音咧，佢係調翻轉嘅，其實都幾明顯聽得到嘅呢、這個喺個高音線翻上去你要個粒音嗰度咯。咁呢度第一句啦，咁第二句咧就會係由一啲 B minor pentatonic 組成嘅 licks 啦。好啦，咁第三句啦，咁由第四個小節開始啦，咁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技術嘅，咁我做一次先啦。好啦，咁呢度咧最尾嗰度啊，咁我哋要推個17啦，第一條線嘅17啦，咁咧之後咧就要同時間之後啦，要捉翻住第二條線嘅17格咧，做翻一個 release band 嘅效果。咁呢度就要少少技術啦，可以練下嘅呢個，因為比較少歌啊或者少 licks 會出現呢個技巧嘅。好啦，咁之後咧會一句就係 B minor pentatonic 重複嘅句子。好啦，重複完呢個句子之後咧，最尾啦，咁一段 B minor pentatonic 比較 technical 少少嘅句子啦。去做一個結尾啦。我咁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練吉他或者學習一啲學吉他或者學 solo 啊學歌嘅嘢啦。咁其實可能每次彈完啲 solo 啊，或者彈完啲歌咧，就唔好彈完啊，由佢就算啦。咁其實都大家可以深入去了解下佢裏邊用咗啲咩 scales 啊，或者甚至乎咩技術啊，深入去了解下嗰段 solo 啊或者歌嗰啲嘢嘅。係啦，咁咧當然，譬如你彈完呢段 solo 咧，可能你將佢裏邊嗰啲licks 啊或者句子咧自己儲起佢，咁攞翻嚟日後，譬如可能你自己即興啊或者 improvise。嗰陣時去用啊，咁就為之真正學到一段 solo 或者學咗一首歌啦。